他企图要杀了那些孩子，然后他还可以回家睡觉哎。为什么可以交保？哎，两万交保，一万交保，他是怎样？这样哪里会痛？你跟我说哪里会痛？你说合理？那个幼稚园那个吃毒的那个事情，你们有 follow 这个吗？就是越想越火哎、欸！不是，我就觉得哈，人就是做了错事，已经到法律制裁的地步，为什么他可以轻易的就没事？就是他可以回家哎、欸，他可以回家哎、欸。他企图要杀了那些孩子，然后他还可以回家睡觉哎，你说合理吗 ？Kiss 里面写什么？为什么可以交保？好，你就算要交保，你是不是要让他，就是让他尝到说我做错事了？哎呀，我此时此刻因为交保的金额超高，我做错事了。所以我真的有一心的觉得那么一秒觉得自己做错事，哎，两万交保，一万交保，他是怎样？这样哪里会痛？你跟我说哪里会痛？你们说说看，这种事情层出不穷，是不是就是因为罚的不够重？你到底有什么？你到底凭什么去残害人家的孩子？而且是不是有一个新闻说那个园长的小孩在里面？听说园长的小孩是大班，所以那个毒就没有到大班，有没有这么荒谬？你不要说有小孩的有感，没小孩看到这里会觉得很荒谬啊！毒品欸，真的要确定欸，这些人真的是。没有天良到极点，这事情不是说我现在这个小孩不乖不可理喻，我修理他，然后三天他的伤好了没事，哎，没事之余，他可能会心里有阴影。那你说这个毒就更可恶，他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害。他如果对脑部有什么发展的这个影响，真的很过分哎、欸。